今天你不给我解决这售后问题，我就去投诉你们。明明说的带工厂都调试好了的，家里用几次就关不上了。今天你必须给我个说法。坏了肯定给您换，您先把这把手。换什么换？我这明明都是新买的，换不花钱吗？一套进口五金便宜吗？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您先听我解释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你们就是骗我一个女孩子奸商。来，您来试试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你觉得我是在无理取闹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想告诉您，下次有这种情况，您就按一下上边的防护操作器，把指手复位就可以了。就这么简单啊？你早点告诉我不就没事吗？再有下次，您听我解释就好了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哼！我玩的就是西海岸，绝对纯正的西海岸。你不懂我就让你的膝盖烂。